这一节咱们讲中炮对屏风马，互进三兵。下面我们上边马，黑方进卒制马，这也是必然走法，这样打通车路，还有对兵卒等等手段，我们就平炮。黑方进炮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封车。如果我们出车，人家就外马打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进炮。那黑方如果进车卒林，正好被利用啊，这个兵路也通了，所以黑方选择边线出车，我们就平炮攻击底象。下面黑方有两种思路，第一种是进象守，第二种是进炮攻。好，咱们继续。黑方第一种选择就是守，我们平车着炮，在高车腰对交换以后，就要上马踹这个无根马，所以黑方担子炮守这个点，我们再上马就和这个马干上了啊，准备双马上，那这个也无奈了，黑方集中火力，我们就高车。黑方进士给这个车找出路，我们就平车。这要干什么呢？就要杀炮打门，这个炮肯定不能走，因为还丢马，那这个地方能不能进象呢？如果进象，我们就可以上马，然后再上马，这边是踹马踹象奔卧槽，这边也很厉害，卡象眼捉炮奔卧槽，所以这个肯定不行。那这个地方黑方能不能平车呢？就是说你杀我的炮，我就干掉你的马，这样红方就打车。那黑方人家有喜狼，你杀炮他就杀马，你再杀马人家还杀炮，交换，关键你不能走士直接杀骑，但是红方可以进帅，这样捉双是吧，还打着车，黑方必然丢子，红方攻势好，后方也无碍。所以平车也不成立。袁溥在这个地方选择退马，这也是必然走法。下面还捉炮，当然黑方也不能保，因为我们再捉这一个，再保马就上来了，这个马上来厉害了，这边有进马打门吊杀，把这个马就给烧走了，这边有进马踹炮被卧槽，也是杀棋。所以捉炮的地方也只能是退炮了，红方当然是上马，还是有这个进马吊杀抽这个马，黑方解捉还捉，我们再进马，当然黑方不敢杀炮，这个卧槽平车杀骑啊，这边还踹着炮，所以平炮，这边这个捉红方匕首，下面就有捉死炮的手段，是吧？一旦平车，
炮又不敢闪，也不能保是马口，只能担子炮，然后一握就把这个炮给干了。所以在红方捉炮之前，黑方就要先平炮，这样你再捉，人家可以高炮，是吧？当然，红方是卧槽，然后进炮，这个炮是死炮一个，跑不了了。但是黑方不想吃亏啊，来打车，那还挺仗义，送一个车。但是红方一退，带着西郎只能平将，就杀棋了。所以不能打，只能先平将。我们也是退炮要杀，那只能是进车了啊，就是准备来垫。我们退马，带着西郎踹着车，不垫还不行嘞。然后砍士，又带西郎，还是带西郎，再然后就没有了。好，咱们回到节点，再看黑方第二种选择，直接开撸斜马，我们就撤炮一样。那这样这个马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无路可去了是吧？万万没想到红方飞象，黑方一看啥意思啊？哎，秦琼卖马。典故大家都很熟悉，秦琼最窘迫的时候无奈卖马，单雄信买了，被王伯当骂了一顿。这事闹的咱不知道是秦琼啊，那麻溜的配上金灯银鞍环马，还有无数的金银财宝，羊腿肘子压小酒。好，咱们继续。那红方当然打象，然后上马打通车路，准备炮碾单杀扒衣服。黑方当然不愿意，然后因为多子，肯定想交换扩大优势。下面我们平车捉炮，黑方为什么这么拽呢？因为我们如果杀炮，这边打了带西郎，只能退象把车抽了，所以红方只能把卧心炮甩出去，这样就可以杀炮。但是黑方的炮不敢走了，因为车路打通，四子归边就守不住了，那这个炮保不住了，就剩单车滑炮，他也瞎胡闹，需要子力配合。大家来看秦琼卖马的结果，追回世子，而且获得强大攻势。这个炮一薄边形成抽将之势，我们就避一手，那需要这个马才能形成有效攻势。但是这个马也许到终点了，因为我们进马也形成抽将之势，进去一将再点一下，这个马上来，这个看起来守不住了，黑方的攻势还未形成，是吧？抓紧砍象，准备回防。我们进马带西郎，黑方如果进将就完了，凭什么呢？进炮，这是带着杀，车一退就杀棋，所以黑方肯定要干掉炮，退马一将，只能退将，进马一将。只能平将，然后就杀棋。
所以卧槽带西壤的地方，黑方只能平将，那我们就平炮来个西壤。当然黑方不能垫马，这个简单是吧，进车退炮就是杀棋，所以他只能走士退车叫杀，那只好进将，平车一将只能进士，然后退炮。这种自杀式袭击是最难防的，因为他带着将还带着杀，将不能动，进车杀棋，黑方只能干掉弃子，这个在计划之外。下面砍士，那不敢杀车对吧，只能平将，再砍象又带象，这边来不了，只能回去，然后白白